又是腾蛇，真是一日都不安分呐！哇，你们够了！百灵帝君只是叫你们看着我不下凡间去捣乱。怎么？腾蛇，参见主人。你在叶家？ 臭娘，还不速速离开！你一个凡人敢对我大呼小叫的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除非你这脸好吃的可以。啊，太好喝了！他是我的灵兽，朋友，也是朋友。我感觉我在哪儿见过他。你的脸怎么了？很帅。 啊，干嘛？正睡觉呢。青龙，我是来跟你报信的，我不想你跟他一起死。难得你这么关心我。可是青龙，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。我腾蛇大人，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？今天我不出手，我看你是不会醒了。好啊，是时候好好和你打伤一架。我没法看你王子，我要是还有命回来的话，请你喝酒道谢啊。青龙，你放开我。你。 不必去，你放开我！哎，你！啊！不对，我看你这么眼熟，老子是不是在打见过你？嗯？好啊，小爷试试。不，你胡闹！你来对你！你等会儿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样呢？